什么叫涂层剪裁呢？假如说今天针对这个字，我不喜欢这样子的颜色，它是同一种颜色。那如果我想要改字的颜色呢，我是用影像来去填进去。怎么做到这件事呢？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开启一个影像，例如说开启菊花这个影像，这个菊花里面有很多的颜色。接下来我就把它全选。快速键是不是 Ctrl 加 A？全选，然后拷贝，贴到哪一个档案去？贴到刚刚这个档案，直接做贴上，这样是不是就增加了一层？在这个文字的上面增加了图片层，图片层增加进去之后呢，我们要把如果你这样呈现图片，这样图片的话，它是不是就整个把文字盖住，花也盖住，就下面这些东西完全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怎么样把它就是呈现的内容就只有这个文字，各位知道文字的内容吗？就是这些红色的区域。好，怎么做到这件事呢？Alt 键按住。然后游标放到这两层之间，这两层之间，它的图示会变，就是说针对这个影像直接倒到这个文字范围内。好，点一下它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文字本来是不是红色单一颜色，现在变成那个影像的颜色内容就直接倒进去了，可以吗？这个叫做图层剪裁。图层剪裁就是这个文字在下面，图层在上面，把上面的取上面的图层里面的颜色，但这范围是什么？范围就是下面这个文字范围，可以吗？再一次，就是复制贴过来，是不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图层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 Alt 键按住，Alt 键，然后点这个两层之间那个交界的地方，要看那个箭头有看到吗？那个箭头黑色尖端那个地方，它要在两层之间那个线上面，这叫线的上面，这条线有看到啊？好，Auto 键按住，然后点一下这地方，就做完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一个动作，就 Auto 键按住，然后点两层交界。因为我发现好多人在这个地方是做错的，就是 Auto 键按住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会按住，好，按错的机会很少啦，应该都知道 Alt 就是 Auto 键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呢，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操作，就按住它往下，其实这个叫图层拷贝，这个叫图层拷贝。可是我在这边我一定是写。我的讲义一定是写点一下这两层交界那条线，有看到吗？这条线对不对？用点一下，知道哦。好，一定要记住哦，是点一下。你的操作只有在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。好，所以等一下你自己再做一下。我觉得，有三位同学有这样的问题，所以这应该要怪 Adobe，而不是要怪同学。好，记住哦，是点一下它哦，点那个交界，好了。